主料：紫薯、麦片、大米。辅料：水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紫薯、麦片、紫薯切丁，大米洗净放适量水煮开。煮开后下燕麦片，下紫薯，煮至紫薯个大米软烂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加盐或糖随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